大家好啊，我是 Caleb 啊。在这个这么炎炎夏日和在疫情的期间，大家都会选择下吃一些生果来补充免疫力。今天我们就会吃一个橙，而我们就不会用刀来批个橙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有这两个的搣橙神器，虽然切一个橙只需要一个，而呢我们今天就会用这个神奇的搣橙神器来用来切这个橙，大家一起看一下啦。只要首先将比较利的封面刉去橙的顶部或者底部都可以刉实它，跟住只要一拉，再戒一戒，跟住再要喺啱啱一戒嘅头嗰度搣一搣，就可以将成个橙皮搣出嚟啦！大家话下。最后整个橙都整完了，我们只是用了不够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整个橙整好了。我们现在一起吃吧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